兄弟们好，今天是2023年2月26号，我的这个格子箱又取蜜了。上一次取蜜是去年10月份。格子箱取蜜非常简单，我们只需要把烟熏的方式把上面的蜜蜂驱赶到底下去，把上面这根格子拿下来，现在看到了吧，我们就这样把蜂盖蜜拿下来就可以了。因为格子箱每一层都有竹签固定，我们把上面的蜜拿出来，底下的纸皮粉皮也不会掉，保留得很好。这种取蜜方式呢，也是最科学的，最不伤蜂的。取蜜之后基本上是不会发生飞逃的。看一下我们这满满的蜂盖蜜啊，如果你是业余养蜂，就请试试这个格子箱养蜂，平时真的不需要管理，只要到取蜜季节过来取蜜就可以了，就像我这样啊。注意一下，我们蜂蜜取完了，上面不是空了吗？给它加到倒数第二层，也就是巢门口的上面一层就可以了，这样无限循环使用。你们有想尝试格子箱养蜂的，可以到我的店铺里去拍哦。同款格子箱只需要78块钱，就可以包邮到家，5层，底部带一个观察窗，配件齐全。